DG 分析咧，今日同大家講一講個戴口罩嘅爭論風波。講緊嘅爭論咧，就唔係話咧，即係一啲普通嘅市民之間，大家一啲即係冇乜立論啊，冇乜專業意見啊，冇乜分析嘅爭論。調翻轉，今次其實咧係醫學界裏邊嘅一個爭論。嗱，點解我咁講咧嚇？其實咧，上個星期六咧。有一個組織叫做香港醫學組織聯會，佢自己就呼籲咧市民唔使咁驚，就根據世衛指引咧，就健康嘅人咧係唔使戴口罩，又呼籲咧市民唔使搶購口罩，就唔需要咧就唔好搶啦。咁咧嗱呢一個嘅講法咧，或者佢哋覺得即係健康唔使戴口罩咧，其實同之前咧政府嘅高層啊，即係對即係佢哋都就係話要珍惜啲口罩啊。或者有官員就話佢即係十幾日都冇戴過口罩，咁啊慳咗好多口罩咧。其實咧都有啲異曲同工啊，因為對於社會嚟講，就係令到大家可能咧心安啲，希望大家唔使搶口罩，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嚇。其實口罩而家咧就真係相當之值錢啊嚇，即係我都冇諗過咧，香港有人咧會拿住把刀去搶廁紙啊。咁啊嗱，不如咁啊，我哋先聽一聽咧，其實咧就當時咧，其實咧有份開記者會的其中一位世衛傳染病流行病學和控制合作中心主任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名譽臨床教授司徒永康他就說其實根據世衛專家的指引世衛根據專家的指引就在上月底就已經發出了有關社區使用口罩的指引他就說他自己有份參與咁咧就其實咧就嗱，當提到咧需唔需要戴口罩嘅時候咧，佢就咁講嘅。如果你有啲病徵象徵嘅時候咧，佢用個象徵呢個字。如果你有象徵，就一定要戴；你冇象徵，就世衛話咧冇證據係幫到一個健康嘅人嘅，所以咧佢嗰日咧就冇戴啦。佢仲話你信我啦，我全部健康。咁但係咧，其實好奇怪嘅，即係。大家都知啦嚇，而家咧就好多其實有好多嘅意見咧都出咗嚟啦，有好多嘅案例啦，無論係內地或者外地都好啦嚇，有好多根本上佢十幾日都唔發燒，究竟點樣為之一個健康嘅人咧？其實而家我就真係唔係好識分析，佢哋就可能知得清楚啲。咁另外一方面啦，嗱佢提到咧就係話如果喺坐車、地鐵呢啲即係較難即係同人哋保持距離嘅時候咧嚇。咁咧，佢又講市民咧，其實咧就應該咧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可以作風險評估嘅。咁咧就佢話，如果你坐巴士上巴士見到有人咳得好犀利，你咪搭第二架咯，或者落樓下咯，嚇咁啊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幾特別。咁啊，究竟其實我想問阿司徒永康教授，佢究竟有冇坐過巴士嘅咧？我諗其實即係以一個教授級嘅。專業人士可能根本上就不會坐巴士啊、電車啦，所以他不知道其實上了巴士的時候，如果你沒有戴口罩，隔離嗰人喺度咳嘅時候，你是不是真的即刻彈開咧？而你彈開那個嘅情況，又究竟會不會令到大家都好尷尬呢？再者就係其實我記得尋日我之前看到一條片，就係有一位嘅男士咧，佢就不肯戴口罩，咁咧嗰個嘅巴士司機就俾個口罩佢都不肯戴，佢話我冇病。佢仲話特首都唔戴口罩，佢仲話政府高官都唔戴啦，類似係咁嘅意思嚇。咁但係到最後咧，就成架車咧就起哄，架車停埋咗一邊，佢就同成架車上邊嘅一啲嘅乘客就喺度爭論鬧交，相當之尷尬個場面，亦都影響咗嗰架車嘅正常運作。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喺提出呢啲意見嘅時候咧。佢真係不妨咧，自己坐下巴士睇下咧，即係個巴士上面，如果你而家唔戴口罩，然後你咳兩聲的話，究竟會有咩後果？嗱，點解我話今次呢一個係一個醫療嘅風波咧？嗱，因為咧，其實咧，當佢呢個香港醫學組織聯會佢哋開完記者會，講咗話呢一個即係有病徵先戴口罩呢一個嘅邏輯之後咧，有好多其他嘅組織咧都即刻出嚟咧就講翻另外一啲嘢啦。就香港感染及傳染病學醫學會咧，就發咗聲明，就以佢哋話咧嚇，研究顯示佩戴外科口罩咧有助預防呼吸道病毒傳播。學會認為咧，市民無論有冇呢一個嘅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的病徵，都應該在公開公眾的場所佩戴外科口罩。另外其實也有幾個組織，就是包括瀚南國醒、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香港政府醫生協會和真普選醫生聯盟，就其實他們在今個月16日亦都有一個的聯合聲明，就是重新疫症即將爆發的時候，市民無論有沒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徵，都應該在公眾場所時刻佩戴外科口罩。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你說戴口罩，為什麼兩班都是，其實以香港那個的醫學那個培訓制度，我都幾相信這一班人大家都是呢，其實是在香港執業呢，都應該呢是那個資格啊，或者他們那個的受到的認可呢，那個的制度呢都應該是差不多的。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大的分別的呢？其實講到尾，很多時候我們都說在科學面前，我記得這句話是梁卓偉說的，這個香港大學的醫學院院長，他說科學面前就大家不要用政治 去做任何的一些的決定，大致是這樣。那我就覺得其實香港現在戴口罩是不是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呢？第一，究竟這個口罩的供應是不是又是政府和一些醫療團體他們都很關心的一個課題，而如果不夠口罩的話，又是不是很擔心這個的問題會成為了新一股的社會怨氣的一個的源頭呢？那不過這樣，就算怎麼都好，我覺得如果是沒有一些很確切的醫學根據，或者亦都可以講得話個疫情如果仍然好似而家咁樣樣唔頂唔掉，久唔久即係每一兩日就有一兩宗嘅話咧，其實我哋真係好難咧，勸市民佢哋唔戴口罩嘅噃。因為點解咧？其實戴口罩就算你話我有冇必要都好啊，起碼我有兩重作用嘅。第一，我真係能夠咧，俾我唔戴口罩嘅時候咧，行入香港嘅一啲嘅所謂公共空間咧，就多一點點嘅保護啊嘛。嗱，老實講啊，好似我咁，我就冇得 home office， 我一定要喺個街嗰度咧行來行去，亦都咧就要坐公共嘅交通工具噶。咁我點樣唔戴口罩咧？係咪真係喺人多車多嘅時候，人多擠迫嘅時候，喺架車上邊？見到隔離嗰個人索兩下鼻涕，流少少鼻水，我就即刻彈開咧。究竟咁樣樣係咪真係得噶？係咪真係一個好貼地嘅一個嘅做法咧？講到尾，其實咧，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呢個口罩除咗係話令到我嘅健康有多一重保障之外，其實我相信社會上面好多人喺疫症橫行嘅時候，都需要一個心理嘅安慰。所以雖然你話口罩而家炒到非常之貴，甚至乎廁紙都有人咧立住把刀去搶，咁不過咁，我覺得喺現有嘅情況，如果政府唔能夠係做多一點點，或者個疫情唔能夠稍為舒緩的話咧，我相信咧這個嘅香港醫學組織聯會，就算喺星期六呼籲大家唔戴口罩，唔使驚慌。但是如果我們的那個的確診數字背道而馳不斷上升的話呢，我想他們的呼籲呢都可能呢是事倍功半了。不過這樣，我都希望呢其實大家不用戴口罩，不過不是因為他們呼籲，是因為香港能夠盡快擺脫這個疫情。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